OK， 我们配到场了，准备开始游戏。对，好像有开麦哦。这一场要拿 USP 吗？爸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感冒跳亮哎。小朋友的声音。这是感冒跳亮。他刚刚讲什么？有点像台语，又不太像台语。好，我们这边的位置，可不可以先抢到桶子呢？我看到敌人。我在看你。没炸到，这是反应胶吗？他跑过去了，哎、欸，对面有人，这是感冒胶呢？他残血，感觉是残血。等一下，有敌人在追敌人，他应该打倒了，队友还蛮强的，剩两个了。我去捡枪，感冒胶呢，又比较加好一点。我去捡枪，枪在哪里？还有一只在他家。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。有在外面蹲两下。一下，两下。好，剩下敌人在楼上。哦。对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遇到，这是感冒胶了。我用四支感冒胶了。鼓掌，鼓掌。哇，好强哦！我再杀一个。哎、欸，全部都被队友打掉了。OK OK。没什么枪哦。给你，我给你凝胶。他给我凝胶哎、欸。我这场要玩 UNP 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没买到。他没买到。哇！怎么？是感冒胶了。嘿嘿。我买个香菇。哎呦。有在拍片蹲两下。一下，两下。哈哈。OK 吗？好，走。你能开麦吗？能开麦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刚开始。敌人好像有一只往右冲了。因为这里很多，好来。有一只在中间。我给你 A887， 我给你 A887， 过来。哎，对，我被打倒了。强啊！一直在对面。是感冒中了，我让你看一下。Double kill。好不中。剩下人在哪里？对面。哎，是感冒中了，救我！直接冲过去啊！在家，在我们家。哎、欸，他过去了。我要按暂时是感冒胶了。谢谢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没死？好、哦，残血了，残血。哇，是感冒胶了，我有关注你哦。啊，有关注我，是订阅我的频道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感谢他。如果你有看到这集影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。好，我们先买装。感冒胶呢？他买。哎、欸，我满了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有时候捡不，你们丢手榴弹或那个凝胶，我捡，我没有捡。我在看你直播嘞。代表说我捡不起来，我包包满了。对。这是感冒胶呢？你有新的那个翠鸟步枪吗？新的翠鸟步枪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去抽哎、欸，翠鸟我好像比较少玩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刻意去抽或弄到它了。这是感冒胶呢？等一下我邀你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敌人，敌人都在楼下，敌人都在楼下。啊！放个试试感冒胶那玩。对，都在楼下，全部都在楼下。他有跟那个郭拿铁。好表现。哎，呀！我多久了？他绕到后面去了。这种鞋不要。他避雷哦。快闪鸟！来。试试感冒胶了。还有一只，然后就在楼下。最后一只，让我杀吗？在这个位置啊。试试碰碰就能。他最后看是在这边。你不行开麦。啊！这个混蛋，今天是什么装啊？对，有老铁。试试怎么装啊？要不要老婆？啊、什么要不要老婆？还在讲什么？这边有一只哦，是，队友收掉了，可以。这是什么叫呢？能开麦吗？来不及耶，我觉得可能这场来不及。我一般来讲，平常是没办法开麦啊，主要用模拟器，模拟器比较方便，可以开麦。电脑那、手机就有时候会有什么软体冲突，比较没办法开麦。谁要凝胶？啊、哦，谁要凝胶？能跟我加好友蹲两下。加好友，好友满了。
好友买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是感冒胶吗？好友买了，不好意思。能跟我那个，能跟我那个什么去啊？加好友吗？好，小朋友很可爱。好，我先往前了，认真打一下。他的宠物好帅。我的宠物很帅，他不是可爱吗？都没。史莱姆。哎，对，这是感冒胶了。你有在跟哪里？哦，一还有人，还有人。哦，全倒了，对，那还剩最后一只。最后一只在哪里？没看到。我让你怎么叫啊？这是我的。没看到敌人。这里是吗？好不中间。好帅，队友很燥哎、欸，一下就结束了，酷哦。哎，好帅、啊，超稳的一场哎、欸，谢谢。哎，好稳啊。怎么丢了呢？只咬到加奈，在地图正中间。哎、欸，我的表情没有出来。怎么丢？哇！干嘛？其实我去遇到真的是怎么丢了。他好嗨哦。OK， 这场吃鸡了。啊、哦，我是 MVP 是不是？我以为我不是，因为刚刚前面队友杀蛮多的。我这场六杀，输出比较低，1888。哇哦，要过年了，刚好三个八，运气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。助攻一。好，助攻一好像有队友抢到我的头，还是我抢到队友的头？不知道，我一直搞不太懂他这个助攻的意思到底是我抢到队友的头，还是队友抢到我的头？哦，如果有观众知道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对，好，那总之我也不知道刚刚跟我讲话的人是哪一个小朋友，但是都按个赞了、哦，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。哦，很燥哎、欸，这一场很稳啊，他们至少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其实。他们刚刚有些队友有跟我，然后也有叫我蹲两下。很多观众会误解我，就是说啊，那个思思他不喜欢人家问他问题啊，不喜欢人家跟他。不是，我的意思说就是你可以跟我，但是你要帮我守一下后面。像刚刚队友有些有跟我嘛，这一场他们有跟我，但是他们都有在顾后面，等于说敌人来了，他们是先打敌人，而不是在跟我蹲两下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的游玩的过程，就是队友至少没有在故意害人，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这样子。那他们就很燥，但输了也没关系啊，输了也没关系。输了其实单纯就是大家再努力就好，我也不会怪人，只是说输呢，你要输的方法是可能你的实力不足，我就不会怪你。但如果输的问题点是出在你根本没有认真玩，那我就会觉得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点像是有些小朋友他会在场上一直在旁边，已经我在打敌人哦，敌人已经要冲过来，他还在问我问题，叫我蹲两下就会傻眼，你知道吗？或者他还在旁边蹲两下，这样他也没有要打敌人的意思。像刚刚这场就很好这样子，然后还是要解释一下，就是我很讨厌屁孩，但屁孩我的屁孩不是指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，就是屁孩。你们可能各位观众年纪比较小，就会觉得哦，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啊，或一些哥哥姐姐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小屁孩，我们年纪比较小就是小屁孩。不是，我觉得那样子太有偏见了，对年纪太有偏见。我不会去歧视小朋友，觉得说年纪小就是屁孩，不会。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人都很好，甚至有些小朋友比大人还要成熟，我有看过。所以说其实你们各位不用担心，各位小朋友不用担心说啊，我配到思思了，思思会不会觉得我是屁孩啊？基本上你不要去乱我或者是乱攻击我怎么样的，我都不会觉得你是屁孩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纯真的小朋友啊，或者是很成熟的小朋友这样子。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游戏体验，感谢我们三位队友，再度感谢他们。那我们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在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，然后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接下来是早上9点，有兴趣记得准时收看我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